大家晚上好，首先很谢谢各位来到观乐怡基金会。观乐怡基金会一直都非常支持本地的艺术家，很乐意为各位的年轻的艺术家提供一个平台去给他们展示才华，希望给他们带来一股动力去继续发展他们的艺术事业。那么今天是我们的隐日常物室张怡君的个人作品展的开幕式，他的作品我们都能看到是富有这个独特性的。透过他的作品，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被忽略的日常细节。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位艺术家的视觉去细细欣赏这些细节。那么张怡君他是来自澳门理工学院视觉艺术科的学生，那么通过澳门理工学院的优良的师资的培养，所以我们今天才会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澳门理工学院艺术高等学校徐寿菊校长为我们致辞，谢谢。各位嘉宾，还有我们的策展人蔡老师，还有我们的主展人怡君，大家好哈。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迎来各位参加怡君的个展。怡君是我们这一届理工学院视觉艺术课程的毕业生，我真的很以他为荣。因为我们的毕业展呢，刚刚在五月底才办哈，当时他的作品也非常的精彩，他做了一个雕塑，是跟他等比例的。我觉得，能够这样做一个雕塑，在毕业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很不简单。当我们的策展老师蔡老师告诉我怡君在这里办展览的时候，我简直是觉得啊，这个短的时间才两个月不到，那怡君就在这里可以办一个展览，可见他真的很认真，他的认真超乎我的想象。然后今天看他的作品，我想跟各位分享这个主题，我很喜欢物事和末世之间到底有多少。我们走在街头，招牌林立，你能记得多少招牌？这是一个视觉文化影像，其实是一个感觉，也可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泛滥，但是从某个角度又说它好精彩。从经了街道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周遭里面还有你的电脑、你的手机，有多少的 information， 有多少的影像一直可以这样随时让你去阅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接收你喜欢的、你想要的，甚至漠视你不想要的。很多影像它是真的是碎片。怡君的作品，这次的作品呢，其实带给我们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历程去思考，就是这个物事和末世之间的一个距离。然后可以看到策展和他本身的作品里面呢，其实作品与作品之间都还有一个颜色，这个有一个 我自己个人感觉哈，这是一个历程，在我们在看东西一个历程，同时呢也思考就是我们一个观看者和创作者之间有一个从一张画作到另外作品里面都还有一个进入，在我们在带一个情绪进入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展览真的蛮特别，然后我也很欣赏一个这个孩子呢能够真的具象和抽象这中间的一个距离，他在他的心里中也不断的在做一个诠释。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各位请允许我用小孩两个字哦，因为在我理工毕业的，即使他是现在年纪很大，我都觉得他是我理工出去的小孩。所以 我是觉得就是怡君真的很不简单，包括他这次用的媒材，说实在在他毕业展也没有出现，这个是一个铝板的创作，怎么把油画是放在铝板上面，然后让他有一个就是光滑，然后能够呈现他所谓的物事，然后带各位来看这个影像的一个概念。希望各位从一个很现实慢慢走进一个创作者他想传达给各位的，那你们观看的看到了他的什么传达也可以回馈给他。所以他很努力去把这个我们绘画里面的界限把它打磨了，打
磨再打磨。哎，其实我相信他是花很多时间在每一张画，这每一张画从上底色到打磨之间呢，都要等待时间。在打磨的时候，在不同的沙子这里面呢，他自己呢也要承受这个中间他在技术上的一个琢磨，才能够打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平滑，看不到 edge， 真的看不到那个 edge， 真的是漠视。我想在你我生活都会这样子。有一次学生问我说，老师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我回答发呆。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时候，一切就是静下来，让它轻轻的过，让它模糊一点点。因为常常我都在处理事情，我们都要很理性去面对，所以怎么样在自己正视和漠视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点。其实我觉得影像里面他也会留给我们一些答案，所以其实我以他为荣啊，我也希望他继续努力啊，真的在一个这个刚刚毕业两个月内能够办这样的一个展览，我也要感谢蔡老师啊，鼓励怡君，然后给他这个机会，我更要感谢观乐怡基金会啊，给我们这个年轻艺术家这样一个展览的空间，然后协助他。我相信怡君和我都会记得今天的这一刻，然后我也希望在这里有很多艺术家，还有我们年轻的毕业还没毕业同学在这里。我想怡君会是一个我们前面在走的，大家也可以跟上。下次我希望有更多的展览可以看到在我们澳门发光发热。也感谢各位嘉宾到来给我们支持，谢谢。好，祝福展览成功，谢谢。谢谢徐校长。那么现在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艺术家张怡君为我们讲几句。首先我要感谢校长能在百忙之中抽空过来参加我的展览开幕，对。然后我也要感谢各位前辈嘉宾们也能够和我一起参与这次的个展。接下来我讲大概讲一下我的展览映日常物事。那映呢，其实影呢，其实就是水中的倒影。那映日常指的就是日常的倒影。那物体的倒影比起物体本身会来得更加模糊。那这种模糊的视觉呢，其实就是这次展览的物视。物视呢，其实跟我们发呆的时候眼睛的视觉很相似。在我高中到现在大学毕业的这段期间，其实我都有在用胶卷去进行一些人事物的拍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会出现胶卷有过期啊，或者相机漏光的状况，那就会产生出这些有问题或者不完美的照片。这些照片呢，我都有把它保存起来，然后做一个整理的分类。然后在去年呢，我把这些照片拿给蔡老师看，然后呢我们一起讨论，然后慢慢去理清了这些影像之中的语言。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一起讨论发现油画和铝板这两个材料去进行结合的时候会有一种影像的特性。所以呢其实这是我在铝板上作画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所以呢我和蔡老师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之中呢，就慢慢的形成了这次展览的概念，并呈现给大家，呈现在这边。接下来呢，我也想要谢谢观乐怡基金会呢，能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场地去进行这次展览的展出。最后呢，我想特别谢谢我的蔡国杰老师，因为呢在我大学一年级到现在这次展览的过程中呢，他都给我
很大的很多的指导和帮助，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他，谢谢大家。谢谢张小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怡君的老师兼权益社的副会长蔡国杰先生为我们致辞。校长，各位嘉宾，那在这边呢，我就说一下这跟这个怡君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大概是怎么形成的。在我们徐校长的带领下，理工呢很在乎创新，那创新本身呢对未来是没有办法参考的，所以它带来的压力会被放大，它的困难也会被放大。那在这样的放大之下呢，我看在怡君呢，他常常在做作品的时候呢还蛮认真的，那做的时候呢，其实我好几次看到他做到掉眼泪那做了掉眼泪，他也没有停下来，我在观察他擦擦眼泪又继续。那我也因为这样特别的觉得 OK 哦，这个小孩蛮厉害的。然后几次下来呢，我发现他一次又一次的他其实他自己要求高了，那我自己要求也不小，所以我两个就想要最高想要把这个要求做好的情况之下呢，带来的这些压力他都慢慢消化掉这样。那这边呢就也很想谢谢关乐怡基金会，对这个新秀，对这个澳门这个后辈有那么多的支持。那这样子一起做呢，会让这个澳门百花齐放，我们当然都希望澳门就是人才辈出这样子。那我想最后还要就是跟各位前辈打打招呼，这个将来这个努力呢还是会投入这个家庭这个艺术的这个圈子，所以待会如果校长前辈有什么指点的地方呢，也希望大家多指点。那我想待会还是请他介绍一下展览这样。好，那我就不多说，好，谢谢大家今天过来，谢谢。谢谢蔡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一个简单的剪彩仪式，有请中联办文化教育部副处长孙建波先生，澳门理工学院艺术高等学校校长瞿秀菊小姐，澳门美写协会会长陆希先生，权益社副会长蔡国杰先生，还有我们今天展览的主角张怡君小姐。来，我们现在为嘉宾送上彩带。然后拿上我们的剪刀。好，三二一，以日常物事张怡君个人作品展正式开幕，谢谢各位来宾。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拍完照片以后，我们的艺术家张怡君小姐会带领我们去一一介绍她今天的作品。然后另外我们基金会也在里面准备了一些小吃还有饮品在里面，欢迎大家享用。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谢谢。我为各位介绍一下我的作品。那其实这些作品呢都就是如这次的展览主题，就是跟日常有关。然后呢，这就是去看烟花的时候拍的，那就是烟花绽放之后向下掉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下坠的感觉，对。然后它是红色的烟花，那我就配了一个通透的一个红色的亚克力板。然后呢，这是一个
很累的小孩，然后他有个大人背抱着他，然后他头向后，然后我看着他，我就拍，可是我拍太近了，就糊掉了，对，可是就有一种印象的感觉。然后呢，那边呢是一只壁虎，那时候那个胶卷过期了，所以拍了之后呢，那个壁虎的立体感整个没有了，只是剩下一个隐约的影子。对，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我就选了这一张。好，然后呢，这边也是一个咖喱，它是一个咖喱饭，然后我拍太近了，所以整个画面失焦模糊掉了。那我所有的作品呢，旁边都有一个同大小的亚克力板，那其实就是讲的就是我们平时的，就是我们路过啊，招牌琳琅满目的招牌，你不会每一个都很细节的看它的内容，然后它就那些招牌就会像一个个长方形的色块在你的眼睛上经过，那所以这个板子其实就是这幅画的一个影子。也就是跟这次的展览名称就是日常导引的一个呼应的概念。对，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吐司边，然后这也是漏光，那下面漏光，然后下面就白掉了。对，都是油画嘛。对，都是油画。对。对，然后因为我想做出一个有影像、有视觉、影像感的，所以我的像是水母，这是一个在动的水母，那我会我需要把它的边线全部做模糊，才会有那种影像的感觉出来。对，对。哦，对，哦，对，就是我想用油画去做出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影像感。哦，是磨平的话，磨平的话是在铝板在作画之前需要打磨，打磨之后上底色，然后最后再上完底色起完稿，然后再上色之后是，就是我每一层的上色都要把它的边线做模糊处理，那好几层重叠之后就会慢慢有一个影像感在里面，就是我一副板子，我可能打底就要上五层油画，那我颜色我可能就上了十几层颜色，就最后完成一幅画可能有20层的油画在里面。对，对。对，对，这个。对，在就是亚克力板的选择上，有一些是靠直觉的，就是我看到这个影像之后，我直觉就觉得，它就配这个颜色。有一些是影像里面的内容，例如这个是同学黄，就是我的同学黄慧，然后我觉得他。对，我觉得她很少女，所以我给她配了一个粉红色，就是也是比较主观的一个配色。对，好，然后这边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幅，这次的其实是这一幅，这是一幅也是烟花，可是这个是偏蓝色带蓝绿色的一个烟花，就像水一样。那烟花有水的颜色。这种感觉我自己就有触碰到我自己，然后呢，它虽然是向下爆开的一个烟花，可是它很有冲击力，然后就很有活力的感觉，我这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画，对，而且这是它圆形的边界是代表天空的无限延伸，所以 这一组我是自己特别喜欢，对。好，那这次介绍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过来，谢谢。好耐性，这次现在还在尝试阶段呢，所以尺寸呢就可能做不大，最大就是猫的那一幅，就是我们这次海报有一个翻滚的猫，就是30，因为这个每一上每一层都有需要时间，所以做在这次尝试下去可能做不大，但如果之后再下去可能慢慢发展的话，会比较有更多的多样性。一般一天完了。完成要多多少天？一天之内能完成吗？不行，因为它一定要等它已经蒸干。对，要等干。那你是先画完一张完成了，然后再画第二张，还是同时的？同时的，因为等干的3天时间太久了，如果不做其他来不及。这个等干的时候，同时就画另外一张。你可以问说，你是在清醒？就不能累。现在有清醒性放大，等一下不满意就放大。对啊，因为这个也要那个，有时候真的太过。这个感觉，这也是进入到一种状态，所以我说这是很自我的内心，内心要慢慢建立出自己。年轻人喜欢创新，但是还是要坚持。还有一些基础的东西要掌握，你掌握了基础，你往后怎么变？对，没错，都很多变化。但你基础如果是不牢固的话，你很难变出基础。还有这个学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概念要掌握，或者你刚才说，因为你都是因为照片样子，人家会以为你在仿照片，其实应该套出照片，那照片是很像你，但是你怎么去创作？因为你那种给你一个启发。18世纪的时候，广州或者广州那些玻璃油画，玻璃油画还有蛋彩画，我就是16世纪，有点像这个，16世纪蛋彩。